哦，大家好，我们是淡大五虎冈社同学，然后，我们是学校里的唯一一个异性社团，然后其实我是个大陆人。对，我在台湾已经2年了，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做反核的事情。我的初衷很简单，是我交了一个台湾男朋友。然后我很爱台湾，他也很爱台湾。然后我不希望我们的台湾变得有一天被核威胁笼罩，然后就这样。然后这不是重点。然后我们重点是这样，就是我们五虎冈社在今年的暑假要办一个营队，是办给北海岸地区的高中生，还有即将升大学的孩子们。所以我也不大，对，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他们还在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年龄阶段，能更多的了解到关于反核的东西，能了解到原来有另一种不同的声音在台湾，让他们能有自己的有机会去做自己的判断，说要不要来加入反核的阵营，要不要自己的未来更加美好一点。我们其实这个社团做的这个活动，但还蛮辛苦的，就还要去上街头募款。但大家其实都做得很开心，因为觉得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比较详细的资讯。那我们的活动的日期是在今年的7月9号到7月11号。那我们是会办在金山高中那边。那我们其实，我们有好像有点那个粉丝页，就是淡江大学五五冈的那个粉丝页上面有比较详细的是整张海报都会在上面。那我们对象主要是高大一，然后高三跟高二的北海岸的学生。那如果你不是北海岸的学生，其实也可以来参加。因为那个北海岸的学生会是比较优先顺序在报名的名单里面，然后我们就是跟金山反核教师联盟都是主办单位啊，然后也谢谢金山高中老师那么辛苦来一起筹办这个活动。那然后我们就还有一些报名费用，那报名跟保证金总共是1000元，那还有我们保证金是500块，那到时候在那个全程结束的时候都会退回。那希望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是有小朋友在现场的话，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谢谢。谢谢我们淡大五虎冈的同学。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是政大法律系，是刚才那位蔡律师的学生林同学。好，那我们欢迎林同学。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法律系3年级的学生。其实就是我是台南人，然后来台北念书。就以前待在台南的时候，就是对于核能啊、反核啊，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是最初接触到的时候，是在3月9号那次的游行，就非常的壮观，就是来自世界各地，还有就是很多像是孕妇啊，还有各个地方的那个 NGO 都站出来，然后跟着大家一起走在街上一起呐喊的感觉真的很棒。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看过了一些资料之后，真的觉得就是核能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它所影响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地区，甚至是影响整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愿意站出来，然后愿意一直坚持下去的大家，就是大家都超厉害的。然后就是也谢谢你们，就是一直一直坚持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就像每个礼拜五晚上的6点都在这里继续办活动是一样的，就是很敬佩你们的精神。那我也相信，就是反核的活动一定会成功。谢谢大家。好，谢谢林同学，谢谢。其实今天公民论坛时间比较短哦，因为已经10点40分了。那在第十二集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我们还是要先请这个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上台来接受大家的一个掌声哦，你们大家真的很辛苦哦。那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朋友，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第十二集，因为人会一直走下去。
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待会上来的时候要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最热情的掌声哦。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老师，哦，那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好，都到台上了啊。好，那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这一群哦，美丽、漂亮、可爱、大方、聪明的志工朋友们。好，那我也相信哦，这个我们的能量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对，我们会继续进行到横四平见。好，那最后呢，按照惯例，就让我们以两首歌，由我们的风车乐团带来两首美丽的歌曲。那我们在这歌曲里面，哦，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第十三集哦，第十三集的不要合适五六运动。对，我们欢迎风车合唱团。好，哎，看到你们就表示又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来。很谢谢留到就是在这边留到最后的人，就是大家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来这边，说辛苦辛苦，但是其实也蛮美妙的，这是一段很美丽的回忆，大家不觉得吗？对，还没结束。嗯，对，不断的在累积我们的回忆，不断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故事。那刚刚就是柯导，然后引用了。法国的哲学家沙特的名言，那我们这边引用美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梭罗的名言。那梭罗呢，他说每段革命的开端其实都只是来自一个 idea， 一个想法，一个理想。然后在电影《逼怪客》里面，他说 idea is bulletproof， idea 是思想是不怕子弹的，思想是不会被打倒的。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只是一个思想的承载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限的，但是思想它可以是永恒的。关于我们追求的这些自由、人权、民主，然后非核家园的这些理念，其实它都是可以不断被传递下去的。那在《逼怪客》里面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那我想分享给大家。他说呢，艺术家用谎言表达出真相，而政治家用谎言掩盖真相。那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呢，的确就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还有在这边的各种形式的参与者，我们都是不同形式的艺术家。艺术的本质其实就是在追求到底人性是什么，我们不断在探索人性是什么，然后用最美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现在在问的就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身为一个人我们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对环境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用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断用各种形式唱出这些真相，让政府会害怕人民，让政府被人民领导到我们想要去的方向。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就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听那人民在歌唱。谢谢。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 there is a light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听那人民在歌唱，我们的愤怒已高涨，受苦的人民已经决心，军决在维护作战。当你鼓动的心脏与那鼓声共回荡，用全新生命迎接明天的朝阳。你刚有听到黎明的歌，就出心来分开的声，继续歌唱出你我不管搁在最落泪的房，脚踏着生命心肝头澎湃的叮当，开始着希望，生活大家做阵行。你敢有听到黎明的歌，唱出心内愤慨的声？这首歌唱出你我，不管搁在最落寞的房，脚踏着生命故乡，心肝头澎湃的叮当，开始着希望，生活大家做阵行。开始着希望，生活大家做阵行。
大家好，就是我在这边已经跟大家就是共同奋斗了，就是十二周。那其实我既是香港人，对，就是我对台湾其实是又爱又恨，就是爱的是这边的那个就是美丽的地方，就是那个这边的人就是很好，就是很有礼貌，很有规矩，就是很自觉，就是但是我恨的话就是恨这边的那个政府。为什么恨那个政府？就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如果你喜欢它的话，为什么你可以永远有任何的就是威胁，可以就是让这个地方会毁于一旦？核能就是一个对台湾严重的威胁，只要它一爆炸，这个美丽的地方就会在世界上消失。我爱这个地方，所以我不希望这个地方有一天会消失在我的记忆当中，消失在我的眼前。我爱台湾，希望大家跟我就是唱接下来的这首歌《美丽岛》，表现我们对这块就是这块土地的热爱。我们要蓝的美。香蕉